进去看一下有人吗？我看不到东西。什么问题？叫明老姐黑我，叫明老姐黑我啊！讲什么东西？叫他姐黑我。要讲人家就不要拉黑人家才讲人家，姐黑我明老，姐黑我了先才讲，丢得老母！姐黑我啊明老，要讲我就拉黑我，敢敢讲啊？不要拉黑我，敢敢讲我吗？又拉黑我，又不要讲我，丢你老妹啊！对不对？要讲人家敢敢讲，不要拉黑了，人家才讲人家坏话，明老你，丢你老母，明老我丢在丢你老母啊！你懂吗，明老？明老你出嚟，屌你老母！我就系屌你老母，你知冇明老？拉黑我正屌我啊！你好卵劲啊！你知冇明老你？有本事冇拉黑我，借气喎，借气喎，借气喎先，明老你？屌你老母喎，即使屌你老母啊，明老，好卵耐冇屌你老母咗啦，系咪？明老你讲我啊，明老你屌你老母，明老我就屌你老母，日日开波屌你老母就系你，明老你爱屌我，冇拉黑我，你知冇？你不要出声啦！叫明老姐黑我，要讲我就不要拉黑我，明白吗？叫明老姐黑我。拉黑我才讲我啊！屌你老母明老，我日日开波屌你老母啊！为什么青菜炊事让拉黑我？为什么要解黑我？不要解黑！新当兵的我跟你讲，明老你出来就来屌你老母，日日开波屌你老母啊！为什么青菜吹水站拉黑我？为什么退出我？为什么你还要解黑我才讲我啊？啊，跟四八六啊，就是丢你老母！我日日开波明楼，日日就是丢你老母啊！连十五屌到你初一，连过冬屌埋你，日日屌你老母！对不对？要讲人家就不要拉黑人家先，敢敢讲，讲了人家就不要拉黑啊！哈、啊，明老你好卵犀利，你一招你知冇？咩招啊？一招啊？屌屎忽啊？屎忽嚟啊？你中意屌屎忽系咪你？对不对？要拉黑人，要讲人家不要拉黑，拉黑了人家才讲人家坏话。你搞屎忽啊，明老你！我日日屌你老母，日日开波就系屌你老母。对不对？